董今天，新董，必来金改记个，赶紧选金金改来。为了初事情，一定兵分地运。你来呀、啊！啊！等嘞等嘞，一小东贼，一小东贼，协助！洪兄，加油！那是为着两公帮高，福寿各一输。哦，何龙龙，大赛已经够位了，福寿各一输。外国的荷兰人已经够位了，正是，紧紧紧，大过年轮水而去，紧该紧个，紧该紧个，鸟子大团圆，荷兰大赛正紧个。看起来非常 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皇宫 ，I like 皇宫。你们的皇宫也差不多一样。请进去了吗？请请请。国王是哪位？哦，你就是国王。Nice to meet you. Hello, my name is. Sit down, please. 伊丽莎白·中韩国。初次见面，这个是啥？是见过啦，咱拢见过，但是过中韩呐。啊，伊是外国人，我知影，啊，不过伊讲我着听无诶。一般啦。好佳哉，啊那安尼，是嘛是帮故事讲，恁嘞恁嘞，你也摇好声摇好声摇好声。哦。今日为着你。福寿阁一书，希望福寿阁会当顺利成功，大清帝国。你刚刚意下如何？先生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不太懂，有谁可以翻译翻译？怎么样？你来讲，日本你听得懂？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被日本人打过，很贵，会被一点点。很久的事了。你来讲，等等，大清帝国需要为荷兰人所建的福寿阁，福寿阁。他们中国说希望你们可以进福寿阁。福寿高，福寿高就是鸦片，鸦片，鸦片就是福寿高。是啊，是啊。吃了鸦片，整个人会强强浓浓。真的啊，你太有幻想了。是的，这个福寿高鸦片是我们做的，当然我也知道，我之前也吃过那么一点点 ，a little， 一点点而已哦。一点，要多吃点。不行，会死翘翘。他说要不要啦？要不要进啊？当然进啊，我喜欢进货。但可是，大清帝国有规定，这个福寿阁袂当进伤济，啊，袂当进伤济哦。不是哥，他说不能进太多呢。What? What are you? 因为他们会抓。Are you kidding? 嗯，我要的就是越来越多，最好全中国都是我们的鸦片天下，这才是我们荷兰人所做事的行为。一点点哪有够？
一点也无够啦，爱真济啦，复仇哥袂当真伤济啦。可是不行，这里也不行，那里也不行，那起码要一个港口，一个港口分给我们，我们进货。一个港口就好啊。洪兄，差不多十吨啊，十吨货啊。洪兄，伊伫咧讲，这复仇哥要进一个港口，差不多十吨，这里要济啊。啊，买一个买卖，当然这十吨，可能买可能袂少钱呢。你爱了解呢，恁老爸恁这是一个要来上岛的大师呢。啊，你一分敢讲，伊要进这济，你要可能着问题，然后变成老爸知影，啊，你是不是应该厉害？我话唔通，点其实讲，淡薄啊就好，淡薄啊就好。笑了。洪兄跟你讲，一点嘛就好。我讲是，我十吨哦，无法度。也不过买来嘛。我说只有一点点，十吨不行。我只有要一个港口，又说只能一点点。他说不行。请问你们的国王是不是头可以去打刀？有洞吗？有洞，那么大的洞，是不是？欸、我听有呢。一个港口不要十吨，那我问你八吨可不可以？八吨啊！如果老婆啊，伊咧安怎？啊，无啊，要安怎？啊，不，哦，拜神拜神，不要要怎么办？不要啊，不要要怎么办？可以，我荷兰大使在这里宣布，我们向中国大清帝国宣战。用我们的大炮打你们这个什么紫禁城，紫禁城的皇宫将你们的国王与王打尽，谢谢大家。三条你们酸子酸子别感动，如果你们要买十吨的阿皮粉恐惊会引来震惊啊，不然人家在说震惊来到位，你们用你大炮打我们的大清帝国，小妹，你的资金先生给你崩，他生气呀！我话你哥，我问你，嗯，真正安尼讲吗？你是真正安尼讲的啦。啊，不过我看伊动作个表情，佮是那种对空气呢。我你我讲我我我要来相信啦。伊要咧看人个呀？你看人，我来看人个呀。小弟考虑啊。那讲到这个时代，但是你老爸你就是，要挨冻得佮这么严重。我来一个这么大爷，皇兄不如如此，这阿飞由我来处理。要不是说，虽然我老爸也不知影是我所做，真的哦。皇上，皇上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告诉你，如今事到如今，你们皇宫以后要什么鸦片，我免费供应。平民老百姓要的鸦片就要 money， give me money， 你们不用钱。意思讲，咱皇宫的素材，民宿的人只爱免钱，百姓只爱就爱钱。你免钱啦，你免费的啦。安尼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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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 love you. OK. OK. 你免钱啦。安尼好，所以这个代志拢总互你将军去处理，会记住你哦。我连你名单我也袂记哦。我有带，我出来走，下个回去。你这句话较早讲的，啊，我要死！实话讲，你是讲，你两个人有熟识哦，你两个较好沟通啦，较好讲啊。哦，你甲安奈啊。先生，你们的国王是不是没有睡觉？他没有吃鸦片。哦，是我们的鸦片造成的。那告诉你们，如今八吨一百万两。啊？一百万两？八吨一百万两啊？没问题，我叫洪兄造言出书。Thank you。嗯，哪里行？我带你好好跟你交代。什么？招待我们呐、啊？酒店。招待酒店。OK， motel。Go。请。